喂，翻嚟啦！好快翻嚟，呢一節咧就比較輕巧啲啦，因為我哋咧，我哋收到個禮物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好朋友，我哋香港嘅玩具界嘅公司嘅光輝嚟嘅，台等嚟嘅，係阿Toy啊，佢哋嘅聖誕禮物啊，相信佢哋嗰啲咩嗰啲 VIP 係啦 ，VIP 啊，黑卡會員啊，應該都攞咗呢一個聖誕禮物㗎啦。咁啊，唔係單止齋擺嘅喎，呢、這個其實 Cross Rider 系列嚟㗎嘛。係啦，如果以性價比嚟講，今次呢個係幾比較有份量，因為佢又喐得嚇，咁、啊、都幾有趣。可以著燈添啊！同埋我哋比較好啲嘅。但係呢個誒係咪要用呢個插電嚟買嘅？係啦，咁就要用一個。你睇，停一停，停咗。USB 係插咗落去，跟住咧。咁然之後咧，呢度有個掣嘅。係，撳佢。撳著佢。哦。有冇歌啊？咁然之後咧，入埋呢個錢嘅可以扮呢個小朋友咧，去嗰啲誒咩冒險樂園。冒險樂園啦，搖啊搖啊咁樣啦。咦？呢、這個冇歌嘅喎。係啊，呢、這個版本就冇歌嘅，咁、你就變咗要連動其他版本咧一齊玩，咁咧就可以有啲音樂啦。調翻轉，反而我覺得冇歌都 OK。係咩？因為啲歌我覺得可以好啲。哦，OK。佢嗰啲都係模擬翻啲歡樂天地嗰啲洗腦歌嘅啫。係啊。即係嗰啲玩緊呢啲騎。佢可能就係模擬翻有少少古中古味咧，即係嗰啲歌唔係好正嘅。其實我想播 Donkey Donkey 喺度玩咧，應該好洗腦嘅。係咯，嗰啲仲正啊。或者爭先嗰啲，好似嘅兩首歌其實我喜歡《魚的天國》在 Eon 入面賣魚山的位置就有一首《魚的天國》是很好笑的，好聽的，是啊，好聽的。哎呀，真的這首歌真的我想播一些更正啦。這個其實聖誕歌可以考慮的，這個都是一些禮物來的，這個就不是Not for sale 嘅，係啦，咁其實係抵嘅，超值嘅。多謝你啊 ，Howard 啊，咁啊，我哋即係都覺得好開心嘅呢、這個。仲有一個 Hot Toys 嘅金幣嘅，哇，好靚啊！金屬噶，唔係膠嘅呢、這個。金屬㗎。係啊，金㗎。金屬擺落台叮一聲。慢一次先，放多次。又台一聲嘅聲。係喎，金屬嘅喎。好，再玩一次先。係啊，佢可以連住一紮一齊跑。係啊，佢呢度因為咧有一個位咧可以。插住啦，插住，係啦，所以機連機咁樣。機連機啦，其實反而即係佢呢個聖誕版咧，我覺得比其他版本稍稍出色嘅。係，我覺得好。咁佢最嚟出第二彈咧，我覺得佢都有啲再加強改善嘅，即係我最近嗰只美國隊長版啦，我覺得比較正啲。第一彈咧就比較估到佢會做啲乜，啲係蝙蝠俠坐蝙蝠車啊嗰啲咧。第二彈有啲創意多啲。好咁啊，希望呢個版本都嗰啲中意 cosplay 朋友仔中意啦。好啦，好。好啦，咁我哋完結之前咧，講翻啲禮物嘅嘢啦。係。係啦，頭先咧，嗱，記住上次咧，我哋嗰個 talk show 咧，因為喺 YouTube 度做啊，所以贏咗嗰三位朋友仔咧，麻煩即係 PM 我，其實都留咗 message 喺 YouTube 嗰邊咧，你要 PM 我，因為 YouTube 原來你揾唔到對方噶嘛。嗯。啊，咁所以你麻煩你 Facebook 嗰邊。Facebook 個 PM 我。PM 翻我就係嗰個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啦，咁我咧，我哋就會同通知你去攞翻你嗰、那個，喺呢、這個嘅獎品禮物啦。冇錯。咁今晚送曬未㗎？未㗎。送曬啦，送曬啦，唔知送曬啦，好啦，咁啊，應該就唔會再見到你送噶啦，除非啊，大家加碼啦，都仲要求加碼或者 CC 嗰邊話正喎，再嚟啦，咁我會啦，好，咁啊，下一節好，再見啦，叫咗重頭戲咯，好，冇錯，等陣，大佬啲嗰啲嘢啦，之前都好正啊，拜拜。